咁呢條咧就要揾翻呢六個 number 嘅 variance 係幾多啦。嗱咁呢度咧，你會發覺咧個 k 咧就係冇講到係咩數字嚟嘅。咁之後啦，如果你處理 MC 嘅時候咧，你可以係當 k 係唔同嘅數字落去，咁你咪可以用計數機撳翻個 variance 出嚟咯。好啦，咁你話 k 代咩好咧？嗱，有啲同學咧會揀零嘅。你今次揀零就唔係一個好選擇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如果你揀零咧，咁 A 同 C 嘅答案咧會重複咗撞咗，所以我哋試下第一個 number， 我哋當 k 係一。咁所以啦，個 variance of six number 就變咗係啦，四加三就七啦，跟住呢度啦，四加五就九啦，然之後啦，四加九就十三，如此類推，十五啦，十九同埋廿一，即係你撳下啲六個 number， 七九十三十五十九廿一嘅 variance 幾多？咁個 variance 咧，你會計到咧係廿五嘅。好啦，咁你話 C 有冇機會啊 ？C 如果 k 係一嘅話咧，咁就會變咗做廿九噶啦嘛。咁即係唔啱咯。剩翻呢啲都唔啱，所以得翻啦，只有 A 呢個係正確答案啦。因此答案係 A 啦。